去看点竹子，大丝瓜嚼嚼。我来砍你的头。砍起大架子也没砍大狠了。不晓得。那个边子都刚刚的。把那弯梁下扯哒，在那打丝瓜架子，在一起没活，根根都没长。要插下去哦。是插下去噻。捆下来这儿，上面还要捆一层。还是稍微剪长点儿嘛。再那样再接一接。功告成，把坐下五钓那个鱼弄起来七大。咦，那条黑鱼还安逸。恁个大条乌鱼呀、啊？哎，这是弄路要打的哦。天哪！我那也是昨天。哎呀，还得板嘞！那乌鱼袖子没拿去袖子好泡哈。嗯。那是滑的了嘛。先放点盐，拿起。倒点白酒。把这小洋芋煮起起的，这洋芋煮好了，弄起来剥皮皮。那个煮的哈好薄皮哈。是噻，那他最喜欢吃的小洋芋。吃点泡菜煮鱼。酱花倒下，还能炒一下，放点酱花椒，炒香了开始，水开了，把鱼倒下去。我今天弄你的，还非常花好多钱了。哎呀，吃啥？这是你最喜欢的洋芋啊。那个皮的好啊。好吗？来哟、哦，蒸鱼哟、哦。吃不完的吃饭。吃得完，那个蛋蛋。吃不完。吃嘛。吃不完的饭。小西，你把菜洗了。本来是我吃洋芋，洋芋吃到那一号。那一号。嗯，我喜欢吃洋芋，我多年了。吃吃鱼呗呗。啊。鱼。哎呀，我不吃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妈吃了，那周身它神神的举起的痛。你拿得点做些金龙虾。钓的呀。做的呀。嗯。昨天还钓的，钓好多。哎，你还都钓了几条？啊？都钓了几条？十多个。五六个。你有个人哈？我们他们两个。叫你妈半夜不钓五六个，我那就等。那个鱼怕死哈。嗯。
那个地方起码拿了几分钟才拿起去了。多大嘛？10.5，那是米六的高脚的。来过来，去捞跑。那个芝麻拿起。要有吃的好啊。也没吃多大嘛。没吃多大。吃多大要得水。你我们不怕得死就好多吃了嘛。